其實芭提雅除了很多 clubbing 和酒吧之外，近年都起了越來越多很漂亮的 design hotel， 好像去年開業的 Mason Pattaya 是屬於品牌 design hotels 的成員之一，由得獎設計工作坊操刀，以石洞做主題，採用了大量的花崗岩佈置，到處都可以見到菱角的設計，相當之有型，不少泰國的網紅都會專登來這裡度假打下卡的。一来到这个开放式的大堂已经很吸引了，真的很漂亮啊。不过讲到至漂亮，一定是 Resort 的 Infinity Pool， 望着海天一色，瞓在 Sunbed 晒太阳，真的很 hea 很 chill 啊。12米长的池身向着西面，日落时候的夕阳景都很漂亮的。而 Resort 另一个卖点就是所有房型都是单栋 villa， 每间房都有自己的私人泳池。先跟大家看看这个最受欢迎的 Beachfront Grand Pool Villa， 简约木雕的睡房，空间十足的浴室，再加上个巨型浴缸，真的很正啊。而睡房和浴室都连接着露台和泳池，每日一擘大眼就可以望住个海景啦。或者住平少少都有入门级的花园 villa， 同埋两层的 villa。至于留在酒店都有不同的水上运动可以玩噶，或者去试下呢度嘅 spa， 用招牌的原石推松肌肉，做完成个人真系放松晒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咧就系呢度只系得一间餐厅，主打泰国菜。而早餐就提供多个菜 buffet。 如果之后有计划去芭提雅旅行，就可以考虑下呢间 resort 啦。